鸟在飞，飞机也在飞，风筝也会飞，我也好想飞飞看哦。今年五岁，是住在新北市的格马兰小孩。今天我跟爸爸要一起来练滑板。你现在想要练什么招？你要跟杨章教练讲。从高是跳出来。好，你说的，我等一下去看。加油！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从两岁就开始玩滑板了。这是我跟爸爸最喜欢做的事情。看你的护具。没有中，换我也没有。安全装备很重要，还要穿专用的滑板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树叶有可能会让我们摔倒，也要先扫干净哟。这边我们要来先热身一下。好 ，Go！ 先热身，先荡起来。荡起来啊，一样啊，自己要热起来啊。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像在荡秋千呢？我们先把这地压压的，把水压压掉。越荡越高。我觉得自己就像飞了起来。好，一起一起，马上。好，加油。好，好，卡一下，放轻松。好，再来。呼呼。滑累了，我们来休息一下。小朋友敢重来。有啊，厉害哦！妈妈跟弟弟也来跟我汇合了。我弟弟也想要滑滑看。第一哦，荡秋千，荡荡，好不好玩，阿弟？哟，这是大部分的时候。他只会趴在滑板上。爸爸说，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又轮到我上场了。我现在在练习的是在碗池里绕圈圈洗碗。你们看我是不是很帅呢？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
今天还要挑战一个很多障碍的路线。好，蹲低，对，蹲低，肩膀不能斜的，肩膀。没事，过来。可是我一直摔倒，超级痛的。好，踩。我就踩不好哎。踩不好要自己控制，我没办法帮你。看啊。你得自己选择。不怕，还怎么会断？后脚，脚跟踩住。来，控制好。对，很好，蹲低，记得手动。好，弯。对，喂，很好。摔了好几次，我终于成功了。哎，可以了。月星就常常会摔倒，如果害怕摔倒，那就练不起来了。有时候我觉得摔倒也很像在飞。今天我和好朋友又一起去过滑板店。我都没有我的，我不是记得我的。你看我以前很爱摔。你可跟我。我不是常常一起在玩滑板的朋友。班板友。每张滑板的图案都不一样。前面是打的。非常有趣。我超喜欢的机器人。长一看，就这个人的头像长脚。这要画的啦。我跟那个在一起总是很开心。我们约好放假的时候可以一起去练滑板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敢下去吗？不敢。你敢啊？这个看起来真的有点难，我觉得很害怕。今天跑走了，变高了是不是？对啊，太高了，好棒哦！不要，我们在旁边看而已。我扶着你，看不到。结果大家都来帮忙我。蹲，然后你就起。我已经没有这么怕，没想到其实还蛮简单的。太棒了！我们想要去玩一点不一样的。可是攀岩好难哦，一步一步来，怎么上去？对，还是继续玩滑板吧。我们要来滑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我们绕一圈，绕到这里就赢。预备开始。像不像海浪？我们在海面上飞。等一下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绕两圈的哦。再比两圈，我也不怕。糟糕，我要输了。今天我落后了。立刻也跌倒了，趁现在赶快冲。
我超前了。加油，前前快过来！我第一次我赢了，然后你第二次你才赢，所以我第一名赢。不，不要，我喜欢第一名。去哪里啊？不要搞乱。为什么我是第二名？这样子不公平。现在都是你可以。那个，那如果他第一名，那你觉得你有没有做得很好？没有。你觉得你没有做得很好，是因为没有得名吗？对。你有没有觉得你刚才很认真？爸爸给你很100分呢，为什么你知道？我已经不认真了。爸爸为什么要给你100分？我感觉我自己不认真。可是爸爸感觉你好厉害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一点都不厉害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什么道都没有。那个爸爸，你看爸爸，你看爸爸，因为你坚持住，你加油，然后你追上去了，爸爸有看到。真的。真的。好，那我们去给妮可一点水吧。妮可，谁要喝水？快倒立，快倒立。喝完水，我们又变回好朋友了。哇！谁赢了？我们再比一场，好啊！我是百倍的苏格兰，爱打了个马兰。我是百倍的苏格兰，爱打了个马兰。都要我记得，那要下去。呀，格马兰，都要我记得。那要杀鸡呀，格马兰，要我记得。那要杀鸡呀，格马兰，送我的吗？要我记得。谢谢。那要杀鸡呀，格马兰，这是太阳哦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也爱马兰。爸比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各位，送我一个啊。